这个就是我今天带大家来的一个像是庄宅啊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我来的时间比较晚了，他的房子都已经残破不堪了。我灯调亮一点，你看这一家要路灯，但这个路灯都已经是那种旧式的蜘蛛网，还好没撞过去。这应该是以前养猪的吧。非常的大，你看这个地方基本上很大，但是你看一到里面它基本上已经坍塌的乱七八糟，然后这面墙黑的有点可怕，不知道哎，好黑。然后你可以看那个整啊的后面，基本上都已经被这种树丛给掩盖住了，完全不见天日的一个情况哦。好，我开个电扇。至于这个地方有着为什么会废弃，我现在就来告诉大家。这一个村为什么会废弃呢？其实人去楼空，为什么走的走，离开的离开，离开这个世界上的也离开了这个世界上。当然据说这个地方本来有一个产业，但这个产业因为倒闭了之后，在时代的潮流当中消失在这个世界上，跟着这一个村子这一个庄，它自然而然也撑不下去。但是为什么会来这个地方呢？这个庄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我只能告诉你，它确实有故事。当人去楼空了之后，它的故事更多。那详细的废弃原因说真的已经不可考，因为住在这附近的人他也没有给我相关的资讯，他只知道他出生后这一个庄废弃的庄就存在了。那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下一节再告诉你。好，说完他废弃的原因之后，我们先来测一下吧，磁场探测器又要贴表了。这个地方又贴表了。哎，各位好兄弟们好，想请问一下，我现在周边是不是有非常多的好兄弟呢？若是的话给我一些反应好吗？谢谢。难得了，刚刚贴表现在竟然没有回应。但是我今天一样没带祭品来哦。你看这地方都已经摊得乱七八糟了，然后都是木头都掉下来了，长满蜘蛛网，草都长进来了。各位好兄弟们好，想请问一下，我周边是不是有些好兄弟的存在呢？你们刚刚是不想回答我问题，是的话给我一些能量上的反应好吗？不是啊，这样回复还蛮妙的。这么然后呢，我可以跟大家说哈，
旁边本来也是有工厂的，但工厂现在也废弃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但这里还有莲雾树，因为那工厂就没有听说过有什么样的故事哦。然后你看，这边的路灯都倒在这里，很大哦。手电筒呢？我手电筒呢？因为彩色的拍不到东西，只有夜视的拍得到。诶，我的手电筒怎么突然失踪了？我在这里，彩色的稍微带一点给大家看哦。这里还是水井呢，这个应该是什么偷卡处啊？坍塌成这个样子，啊！天哪，这地方要做问语导游可能有点困难。拿磁场探测来问吧。我觉得收音应该没有收进去，但我听到有东西掉下来，好像砸到发什么东西的声音。是莲雾吗？不知道。各位好兄弟们好，想请问一下哦，这附近的好兄弟是不是有可能都是这些庄里面的整案里面的亲那个家属呢？是的话给我一些反应好吗？还是有其他的好兄弟吗？是非常多的意思吗？好的，我知道了。那至于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故事，我现在就来告诉大家。这一个庄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其实我朋友他住在这附近，小时候他妈妈就常常跟他讲，千万不要来这个庄。为什么？他说这一个庄有僵尸出没。好，那我的朋友他那时候小，当然会被他妈妈给唬住。可是他上小学之后，有一天跟他同学放学就跑到这个地方来玩，想说当成自己的秘密基地也不错。结果来玩跑着跑着，看到了有一间房子，里面有一张遗照，下面还有骨灰瓮，完全没有人祭拜。两个小学生看到这个当然很害怕，就赶快的回家。就他回家也没有发生像上礼拜说什么坏坏之类的，他所碰到的事情就是生了一场怪病，然后呢又会说梦话。哦，没有，那是应该是我的反光哦，这个。然后隔天他妈妈就问他说，你跑到那个庄了对不对？结果我那个朋友就一开始摇头摇头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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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事情。
他妈妈就说你不要骗我，你昨天说梦话的时候都自己都说你有到那个庄内去，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我很确定你有进去。结果他才点点头说他跟他朋友去了，结果他生重病，他老妈带他去公庙给人家收收金等等之类的就好。然后那公庙的人就跟他讲，叫你小孩不要再跑到那个地方去玩，不管他去什么地方。然后慢慢长大了，到了高中，就想说来探险吧，小时候碰到这样的经验，来探险吧。结果他就跟着他朋友，他的高中同学一起到这个地方，也是鬼月的时候，就这样绕绕绕，想想找到那个鬼，怎么讲，找到那个骨灰瓮。可是他们绕了老半天，完全没有看到那骨灰瓮。当然他们就想说这骨灰瓮到底被拿哪去了，想说哎，我那朋友是骗他们啊等等之类的。结果我那个朋友就说我是在这间看到的，所有人就一起进去，就进去了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他们在那边嘻嘻哈哈的相当的欢乐，此时在外面传来了非常多的脚步声跟讲话的声音。可是当下他们那一群人想说这个时间在这个废弃的庄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二三十个人以上这样的感觉。然后他们在那房子里面就感觉到呼吸困难，然后越来越闷热，到最后有几个体力不支倒下去了。倒下去之后那几个男生就赶快把他拉出来，拉出来之后那几个倒下去的人就仿佛中了邪一般挥来挥去说你不要碰我，你不要碰我，你们赶快离开这个地方，这个是我的家等等之类的。他们感觉到相当的害怕，然后几个年轻人就赶快把他那个朋友带到庙里面去。就庙公说你们又乱跑地方了吗？鬼月的时候明明这些地方不能去，你们为什么就是要去这种地方？那废话也不说，赶快帮他做法事处理处理。当然处理完之后好了，然后那个中邪的人也失去了记忆，他完全不知道他之前碰到什么事情。就这样子，我那个朋友他说他打死都不会再来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他的亲身经历，也是他第一次看到有人真正中邪的那种感觉。好，接下来我们把剩下景看完，再来问一些简单的问题吧。好，讲完这边的故事之后，其实这里有一点像半开放式的空间呢。而且因为这个时代有点久远了齁，所以很多房子都已经残破不堪了。天哪，这个画面实在是阴森，我觉得我想来拍张照片。天哪，这以前那种恐怖片的那种氛围全部都上来了，你知道吗？然后刚刚有说到我朋友他们有在这边看到一个骨灰瓮，但我相信现在应该是没有了。各位好兄弟们好，这里还有骨灰瓮在吗？没有。坍塌光了。这一间可以稍微进来一下。哎，这个都是柴呀，可以烧，照到蜘蛛网了，可以烧的那种。我的妈呀，漏水！缸啊！
第一次看到这么好可以往二楼的楼梯耶。看到这个灯我就想到那时候去南部小编他家，那个灯还会亮，但上面应该不用上去了，因为都塌下来了。这边磁场，哎，今天这磁场全贴呢。都没东西了，全贴耶！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到外面再来问问吧。来，因为今天这个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摆在机器哈，所以我索性在外面，因为这屋子也坍塌的差不多了哈。各位好兄弟们好，想请问一下哈。就是之前我朋友来在这边有听到非常多人的脚步声，我想请问一下这边的好兄弟是不是非常的多呢？若是的话请你摸一下前面那几节天线一下好吗？谢谢。好热。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哈。再来就是我想请教一下哈，现在这边的能量这么强大，几乎都无法探测了哈。然后请问一下，是不是这里的屋主之前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吗？还是这一块土地上面，因为没有人住了，所以说有其他能力比较强的好兄弟进来吗？也没有，哎，不会跟上次直播一样？这个是在回答问题吗？不会跟上次直播一样，都不摸吧？哎，跟上次直播一样就尴尬了。各位好兄弟，我想请教一下，之前有人来这边玩，碰到了怪事情。有很多人讲话声，想请问一下，你们是不是不欢迎人家来这个地方打扰你们呢？今天你是不是也不太想回答我问题呢？会啊，你们是会想回答我问题吗？还是没有带贡品？也不是，你们。很多东西都不想回答，是希望我赶快离开吗？不要这样，再一个问题好吗？又有声音，这声音你们造成的吗？不是。可以再回答我一个问题吗？不要。好吧，不好意思，小弟现在要离开了。假如要离开，你希望我现在离开的话，摸一下好吗？谢谢。我想也是哈。那我回去那个屋子的前面做个 ending 吧。拍摄晚间这个地方，我必须要说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即便是我的朋友，谁叫你年轻的时候皮，但我不能说你，因为小时候我也是屁孩，加上我现在也是那种有点也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种感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人。但我必须要说了，有时候长辈跟你讲的事情，或许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们有碰过事情，只是把这个经验做一个传承这样子，那你不听，永远吃亏的就是你。我自己就很切身的经历，不听老人言，常常出了事情，最后还是要请家人帮我擦屁股，不是吗？好，那我是GO3的秦明，今天的拍摄就差不多到这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下次再见，拜拜。